你好，你是林坤先生吗？是的。嗯，对的，我是他的儿子。我爸生病了，掐他的头发。你在干什么？是吗？你啊，最后就是要做这个遗传，要戴好口罩啊。我其实我自己有点气喘。有点气喘。对。明白了吧？然后你要，要马上带他过来治疗，你知道吗？在过来的路上的话，你要好好做防护，不要被你爸爸传染了，好吧？你们过来要多久？我在医院等他。我过来，啊，一定要今天晚上治疗啊！等你。好，那明天治疗也可以了。啊！今天？那就今天，那就今天。好。那你慢慢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下啊。如果是不把口罩戴上，哎，我明天要上学，那我后天要表演呢，那我后天也要表演啊，你他妈戴一下，凭什么？你他妈戴一下，他不起，你戴口罩，我没戴口罩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你赶紧戴，你去一下，去了我不去，你也去，要不然你要去找妈妈，你上学，你去，快点，我没戴口罩。他转身就走，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